来，今天的话呢，带各位来看两款跟角色有关的最新武器。像是第一把 MK5 内涵玄机，说真的啊，看到这个配色我还以为是 MK5 极光呢。然后呢，这是它的一个属性变版啊，个人感觉比较平平无奇。这把武器的名字都叫内涵玄机了，那么它的玄机藏在哪儿呢？藏在这里。各位也明白为什么叫内涵玄机的吧，主要是你换子弹的时候，里面的子涵亲手帮你上子弹。而且呢，这把武器有一个展示动作，你展示的时候，里面的子涵也会跳出来，就是跟你见上一面。除此之外的话呢，这把武器啊也就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了啊，它的一个性能啊是比较平平无奇的，跟 MQ 没什么区别。然后呢，就是第二把武器目击三晴光磊落，这是一把机枪啊，呢是它一个数据，跟刚刚那把差不多啊，这个换弹也是由这个角色亲手帮你上，特别有趣。而且我发现啊，这两把枪械啊，一个是内涵玄机，一个是晴光磊落，一个呢是暗着换弹，另一个的话呢是光明正大的换弹。好家伙，连词都是反的。同样啊，这把机枪的话呢，其实跟普通的 MG3 也没什么区别哦，不对，有些区别。它的颜色不是粉吗？粉色是很神的啊，适合猛男。而且呢，这个机枪也有一个看枪功能，看我们的晴雅是不是很可爱呢？如果你是子涵或者晴雅的忠实粉丝，那么这两把枪械千万不要错过。